实实在在可以按摩到我们的一个小玩具，很好用。这个秒接的按摩针，背面有一个杆子，这个是秒接的按摩针。我这段时间又一直在用，是我不是前段时间阳了嘛，然后阳了之后就会经常觉得身上这里酸那里痛的，我是主要是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好像颈椎堵住了，然后一路就痛到就是头顶，还有就是小腿会比较酸，我主要是这两个地方。然后我就发现用它的话基本上等于一个全身按摩仪，就是指哪儿打哪儿。小腿酸的话可以躺在床上直接把小腿就放在上面，然后颈椎酸还有那个腰酸的话，腰酸它后面的带子可以把它绑在腰上，也可以把它固定在椅子上。然后但是我最最最喜欢的是用它按摩肚子，就是躺在床上，然后它把它的热敷模式打开，它会有一点温温热热的，然后这时候呢你就把它放在被子里，放在肚子上面，它的那个按摩珠圆圆的，就像有个什么很可爱的猫咪的小拳头在那里揉一样，就这体验就不单单是舒服，还有一种挺可爱的感觉。然后他还说这个之前给我寄的时候介绍说，既然天冷了放在被子里用热敷模式暖被子嘛，我试过，然后怎么说呢，就我把它放在被子里之后，我家的猫会跑过来，因为它看到被子里有不知道什么东西起起伏伏的，然后它会好奇，然后就往上一坐，就变成我家猫的按摩椅了，给它按摩肚子去了，属于猫咪召唤器了。然后你们有更多的用的方式可以自己研究一下，反正我这段时间用下来我是觉得可以冲的。然后你们可以不要忘记去我的评论区领了券然后再下单，有属于小黄瓜的专属福利，180元大额优惠券，听起来蛮有排面的。然后秒接的质量是有保障的，1年免费换新，2年质保，然后终身免费维护，所以你们可以放心冲，你试试看吧。
就是很成熟。